我讲梁继轩，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又是我 Jeffrey 师傅啊。对 ，Jeffrey 师傅今天教什么啊？因为今天不是我做主播，因为五哥哦，他要开会，因为今天啊，明天就要 MCO 了咯，对吗？是啊 ，MCO 很多东西要处理哦。对对对，啊、很多东西要处理，啊、是的要是的，这样子。来，我们今天要教什么？讲一讲，我们今天要教、啊、Jeffrey 师傅。来、啊，Jeffrey 师傅要教你们两道过年也是可以用到的菜啊。一帆风顺，对，第二道大吉大利，对，都是过年的芋头菜啊。一帆风顺，师傅会做一个用海参来做一道啊、典型的料理、嗯、啊，像你们在家最近过年嘛，对，像山珍海味一定少不了了，是，所以师傅教大家如何用海参也可以做一道典型的料理。好的，好的，嗯，然后 大吉大利、嗯，我们就用做一个吉啊，图一个吉利啊，嗯。好的好的，所以今天是会有两道菜啊，就是师傅教的，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都是非常好芋头的菜哦，这样子。所以现在是什么料、啊、来，我们首先我们介绍这样子，一帆风顺我们有的少不了当然是一个海参啊、嗯、啊，今天师傅用一条海参，然后我们开二啊。好的好的、啊、大家晚上好啊，多多分享。这是拍碎了的虾肉，我们把整只虾拍碎的，等下我们捞上来它会比较焦心一点。好的。然后我们调味料有盐，嗯，鸡精粉，糖，还有生粉，还有师傅的特别料理那个香油。香油。然后我们配料有啊、红萝卜粒。好。还有啊、蚝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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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好，是我们稍微弄碎啊。好的好的，嗯嗯，来我们先处理那个虾先。好的，来师傅戴一下手套先啊。大家粉丝多多分享啊，今天我做主播哦，尝试一下做主播的感受。 OK， 所以你们要大大力的分享出去，今天师傅会教两道菜哦，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好吗？这样子，谢谢你分享了，艾琳啊、秀玲伊娃啊，好了，师傅第一步要做什么呢？第一步来啊，我们先把这个盘抹干它。好的好的，要有水分啊。嗯，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多多分享哦。明天 MCO 了，所以五哥有点事情要处理。嗯，今晚是除夕夜，除夕夜明天初一了。对，你们买了年货了没有？哎，除夕夜哦，就要做除夕夜哦，就是要做除夕夜的菜哦。今天师傅快快教你们做完菜，师傅要回去吃团年饭了。嗯，来，我们先把那个虾拍碎了的虾，我们把它放进去。Okay. 这个虾有300g 啊，300克啊。啊，好的。来，我们首先我们放个盐下去先。啊，我们放个盐，放少许盐。然后我们这边是放3g 啊，啊好的，我们先给它搅一搅它。嗯，没有啦，五哥没有回港邦，因为要开一些会议，urgent的会议，所以要今天就处理。啊，五哥丢下我们提早回去吃团年饭了。但是明天年初一他还会有在啊，嗯、明天年初一他会回来啊。OK，、嗯、分享啊，粉丝们晚上好，多多分享。来，我们把它拍一拍它。让它那个胶比较容易出一点啊！啊，好的，嗯、一定要这样子打哦，因为它这样子打才会更脆啊。起胶，起胶，它起胶有胶性，然后我们吃的比较爽口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们要记得啊，就是啊，无论搓什么馅啊，我们就要拍它两下啊，丢它两下这样子。你们跟着师傅这样子做法，其实是不会错的。是、啊、很多他们都是跟着师傅做法，他们去做生意啊，自己做烧麦啊，做虾饺这样子来卖啊。对，不错啊，他们有做到，他们有发给师傅看啊。 OK 啊，对，忘西外事咯，今天我做主播咯，尝试一下做主播啊，这样子。然后第二步就我们放那个生粉，生粉啊，我们生粉放下去给它啊，那个虾肉粘比较有粘性一点，不会等下我们蒸出来是它闪闪这样子的。哦、啊、好的好的，啊，我们有讲拍多少下吗？这种才起胶吗？
起嗰个膏啊，提嗰个膏啊，拍了多少下？你看，要一直拍啊，要一直拍打它。如果有时间，一路拍着去，不用紧。啊，一路拍着去 啊，越起胶越好吃，对不对？如果过年的时候没有东西做，我们可以算脚下一下、两下、三下，算到99下啊。但是今天师傅不要，师傅要回去吃过年饭。好意头啊，算99下啊。意头我们算88下了。OK， 今天煮什么？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哇，很好意头的一个菜哦，懂吗？这个是年菜啊。对，年菜。来，现在我们把那个糖也放下去，跟那个鸡精粉。梅莲问哦，就是顺要加肥肉一起搅拌吗？什么？肥肉加肥肉一起做吗？师傅姐，这个是用虾肉、如果你们要加一点肥肉也是可以，你们肥肉加搅碎它，尽量搅碎它。虾肉啊，这猪肉呢？可以啊，粉丝可以用猪肉吗？可以，也可以用猪肉，也可以用猪肉的馅呐、啊，也是一样这样子拍打吗？啊，也是一样拍打，不管虾肉、鸡肉、猪肉、鱼肉都好，我们都这样子拍比较好，这样子拍它会比较出胶，然后它比较有粘性，你看它粘性，哇哦，比较爽口是吗？出胶、它会比较有弹口，弹口啊，是。所以粉丝们要好好的学习啊，这个拍打。来，最后把师傅特制的香油，谢谢你啊，丹迪兔，给个爱心你，给个爱心。是，因为五哥今天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因为明天要 MCO 了，不要说摔打过头会化了嘛，就 over 了，它会不会化掉？其实看你们自己啊，因为今天师傅要用的打的圈是。胶要比较烂的，因为我们要来染那个海参。如果有时你们包虾饺、包饺子，就不要拍到这样烂，就不要拍到给它有粒状，像我们咬下去它就有口感。有粉丝问哦，用什么虾比较好？用什么虾比较好？其实虾，一般都是没问题的，来做馅料，看一般你们的自己的能力。如果我比较有钱，我想吃好一点。你要用龙虾来做也可以啊。龙虾也是可以的。哎，龙虾好像你看啊，我们做这个馅啊，有时候我们会用那个不同的鱼类嘛。这样子虾呢，它是没有影响的啦。有些人用赛斗鱼啊，或者是马膏鱼啊，它就会分别。有分的，有些虾呢，它就会比较难起胶。一般我们点心酒楼酒店他们用的虾呢，我们用的虾都是一般都是麻虾之类的如果好像家庭用的，如果我自己本身师傅自己在家里想做点点心做，师傅会选比较好的虾，可能老虎虾老虎虾它会贵一点因为我们做点心酒楼我们是要买 costing， 我们要算那个成本，我们不可以太高的成本，对对对所以我们用普通的海虾或者白虾是，来我们把那个，对对对 ，Cherry， 我是何千金啊，我今天帮五哥做主播这样子，白萝卜红萝卜掺进去红萝卜粒，对，红萝卜粒掺进去，粉丝多多分享哦，多多分享啊，有你的分享，你们看他就皮要起胶了，哇，是，这样子呢，我们等下染下去那个。海参呢，它就比较黏着，它不会分开。好的。来，我们好聊，我们放一边先啊。现在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我们把它软进去那个海参先。OK。来，师傅，帮你换手套先。好的。所以粉丝们，大家多多分享。我今天给你送你们我私人的爱心啊。师傅给你们一个爱心。师傅有没有给你们爱心了是吗？对。然后把这个海参，我们给它切一半，切成两半，我们放这边啊。Okay. 好的分享了，感恩 Heng Wong、Shelly、Suzanne， 嗨，大家好啊。然后第二步就酿海参。对。Shelly， 你好。我们家里有很多海参啊，很多他们一般拿那个海参来煮那个海参包啊、盘菜啊，做成那种猪跟那个什么猪脚啊这样子。所以今天师傅教大家一种比较特别、比较精致的点心，海参也可以来做点心。对。
来呀、啊。嗯，来呀、啊，妹妹你好，大家好。这个海参，我们拍少许的粉上去。对对对。啊，防止啊，等下我们染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分开啊。嗯，好的。粉丝们，灯光 OK 吗？师傅样子 OK 吗？如果有问题哦，声音有问题，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哦。师傅帅不帅？啊，很帅、啊、很帅。来啊，我们把那个虾肉染进去。好的。好像酿这个肉啊，有什么技巧吗？其实讲技巧、不用技巧，我们只把它染下去罢了。一般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用扎一挤就出来了。对。一挤就出来了。对啊，稍微收一收它就 OK 了。哦，啊，这样子。他的手势是用来挤的，对吗？这样子用来挤的，对吗？这个手用来挤的啊，来师傅示范一下啊。嗯、这样子，你看啊、我们把这个用来磨平的。好的。一粒，然后再收一收。啊。因为我自己在家也是有煮一点东西哦，因为有时候我不会挤啊，挤到端端呐、啊，端掉啊，你懂吗？哎，我们就这样子，那、啊、你看啊，师傅慢慢啊，慢动作啊。啊。我们把它挤出来，这三个手指挤上去。然后这个是负责给它磨平、oh, 大小用这个来控制、啊 oh, 我们好了我们把它弄上来这个就成立了哦、oh, 很美哦、啊、这样子就、这个、鱼圆有时候我们做鱼圆虾圆也是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啊、是的哦，现在学到这个挤这个馅料的技巧对、啊、你看师傅的手势你看如果长的我们挤长的我们从这边开始对拉到尾去哦、oh, ，OK，、啊、明白。它就长线，然后我们收一收它。明白，明白。我们把这个收一收它。啊，这个是技巧啊，这个技巧，因为有时候我酿东西哦，我每次弄到哦端端的，它不会好像这样子做法，所以我们这个技巧一定要学起来。我也是要学。来、啊，我们先做两只，啊。大家晚上好啊，卷力好，汪好。今天不是周西，是何小姐何千金做主播，我呢也是来凑热闹玩玩一下，因为五哥很忙今天。对呀、啊，偶尔换一下主播也还蛮有新鲜感的、啊。新鲜感啊，新鲜感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嗯、啊，这样子多多支持，多多分享。我们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哦，你看哦，有几样的馅料啊。啊，分享了，你看。我们把好了，我们把它蒸， okay, 大概蒸四到五分钟就好了，因为这个是虾肉，如果是鸡肉、okay. 猪肉，我们稍微增加都一分钟到两分钟，可能要五分钟到六分钟，因为肉比较难熟，虾它比较快熟。嗯、如果是虾粒，它会更慢，虾胶它已经拍碎了，会更快熟完。好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蒸。蒸炉啊，你看这个蒸炉 ，OK， 放牛头牌蒸炉，牛头牌蒸炉、嗯，但是牛头牌蒸炉它上面不是有开盖那一个吗？要开吗？还是要关？我们把它封着，封着 啊, 啊，因为牛头牌好处就是在这里，嗯，不要给它气走，给它集中那气在里面蒸，对对对，点心要以最快的速度蒸出来，是才会好吃。如果是，嗯，它的气散了完，蒸那东西出来，你的时间拉长了久，然后那个鸡肉啊、虾肉都会不。它的口感会不好了哦，所以粉丝要注意 啊, 这一点啊，师傅刚才教的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个蒸东西的这个技巧啊，哦，记得啊，要关还是开啊？计时器我看到，计时器啊、哦、，OK， 我们调一个四分钟啊，四分钟啊，大家好啊，啊琳达好啊，妹好啊 ，OK， 然后还有呢，现在我们要准备做 next 的是什么东西？现在第二道。蒸热的时候，我们就煮一个蚝油蔗，蚝油馅啊。然后这个是， okay. 师傅蒸了那个蚝豉水啊，我们不要丢掉那个水，我们来煮那个蔗。啊 ，OK， 啊可以，不要浪费。哦，所以这道菜你看简不简单？非常简单啊，这道菜是非常简单的啊，只是打一个虾肉的馅料，然后酿在这一个海参，然后我们煮一个酱汁淋上去，对吗？葱好，我们放那个蚝油，再放加一些蚝油下去。好的，好的。来煮啊。嗯。因为过年嘛，很多大家都会可能会忙一点，要收拾家里啊或者什么，所以这道料理不一定要讲
啊，煮一个盘菜要焖几个小时或者什么，这样你是想煮哦，用海参也可以煮一个很简单，你看头尾不用半个小时可以煮一道菜出来了，是是是啊，就很快手哦。然后我们也不浪费那些东西食物啊，毫升的水啊，我们可以来煮一举两得 啊，这个水。所以好事下次哦，你们煮任何东西，好事水啊，还只是那个干杯水啊，不要倒掉，我们可以做汤料。它的精华，嗯，它的精华可以、啊、可以这样子一举二得。好像干杯啊，就是我们蒸，把它干杯蒸熟它，蒸软它，那个水啊，我们也是不要丢掉，我们来煮那个这，真的很美味的，不错的。哦，是是是、啊、是的，嗯，这样子。来，我们稍微调点味啊。好的。调味啊，调味要放什么呢？一般就是盐啊、糖啊、鸡粉啊，对对对，这些这样子咯。如果你们要吃健康一点，你们就有时候就不用放鸡粉也是可以，不要放味精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好，梅心你好 ，Christine 你好，你们分享了没有？现在在线哦，658粉丝啊，快快帮我分享一次，我第一次做主播，快快帮我分享分享。我们少许的盐，这个味道自己调啊，因为如果单靠那个蚝豉水跟蚝油，它的味道是不够的啊。嗯，是的，嗯。通常我们点心呢，煮什么啊，煮料理，我们都会放少许的糖，大概有点甜味、鲜味的。好的，好的，嗯。大家晚上好，明丽、修碧，大家好啊！我关一个小火先啊，我们试试啊味道先。BN 大家好啊！超级粉丝哦，我羡慕，只羡慕你们有超级粉丝啊！啊，恭敬练啊，师傅煮什么？师傅今天煮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什么叫做一帆风顺呢？就是那个酿海参。为什么叫做酿海参？叫做一帆风顺啊？师傅，好像船这样子，对不对？对，等一下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了。对，等一下好有好料后头啊，好料后头就是教你们怎么做一帆风顺啊。啊，对的，修碧，今天是我做主播。来，味道调好了，嗯，我们就准备个芡水，我们要勾芡。好的，啊，勾一个芡啊，师傅再勾一个芡。我们用生粉啊，生粉。如果没有生粉，用那个木薯粉或者玉米粉都可以。好的，哎呀，来勾一个芡。勾芡的技巧哦，大家都懂啦，你们都会煮，就是慢慢一点点放，对对对，慢慢一点点放，不可以太着急，全部放完下去啊，记得啊。一点点，一点点慢，最好是关到最小火来调。嗯。来，我们这边好聊，我们这个也是好聊，我们放这 ，OK。关火。您大家好啊，感恩你们多多分享啊！哇哦，是什么来的？是什么来的？来来看一下，看一下。来，好了、哦，这个、嗯、这个好了、啊，哇，极有弹性啊！来来来来，我们追踪一下，追踪一下，来来放在本子，哎呦，这可爱哦！来啊，很弹，你一看了就是很爽口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你懂吗？你好像我们吃那个叫虾，那个很有弹性的脚，对对，啊、这样子。你看它的虾啊，对对对，鲜肉这样子的。哇，鲜肉这样子，你看到吗？嗯、来我，来，我把它拿上来。啊，来给你zoom in看一下，哦。是的，今天和千金做主播，啊、哦，挑战一下我自己。来，我们把那个签顶上去。哇哦，好像吃鲍鱼这样子啊，那个签，对对对对，吃鲍鱼吃这样子。我看到好像高级嘛。啊，这样子、啊、一定很好吃，又简单又好吃。对对对。嗯，我们放个蚝丝，我们把它碎一点，这个蚝丝啊，这个蚝丝啊，放一点。嗯、师傅每一道菜啊都是特别精心设计啊，为什么这个馅料要配一些蚝丝？一定有它的原理跟道理的啊，不是乱乱配的啊，啊，这样子，它一定有它的原理。为什么我要配这个蚝丝在上面，不配其他的？
啊，所以每一道食谱我们就要跟师傅的咯。哇，你看一下看一下，就好像一个船这样子，所以叫一帆风顺啊。好，我们来嘛。虾有加肉吗，师傅？没有，这个只是虾罢了。只是虾罢了 啊。如果你们要猪肉、要鸡肉，你们可以自己一般一般都可以啊。对对对。来，今天呢一帆风顺。等一下啊，跟师傅拍一张照片啊，等一下啊 ，OK， 要先。哦，要先。师傅，你这样子拍啊，这样子给粉丝看到一下，好吗？来，粉丝们帮师傅拍一个照片吧。哦，三、二、一，好了。OK。来，我们第一道料理完成。啊。来，师傅稍微处理一下这里先啊。啊，好的，嗯，对，这样子再加多两个财神就完美了。今天粉丝们，大家今天煮什么菜呢？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很好的意头哦，完美，真的是完美啊！你看，嗯，要给大家看，是不是很完美？哇哦，美味哦。哦，所以哦，大家真的，我们每个师傅啊，都要多多分享，为他们真的很卖力、很用心这样子。所以你们的粉丝有你们才有我们啊 ，at least you 好，不敢当啦，我们找两餐而已，我们这种就是找两餐哦，就是这样子咯。所以要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说真心话的，我非常感恩所有的粉丝，在我们的平台的粉丝，所有的粉丝非常感恩。对，有你们的，你看，有你们的分享，有你们的动力，我们啊、有你们的分享，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我们的动力。对，海参酿这一个做成一个船的那个 concept， 就是一帆风顺。哦，所以请客人啊回来我们的家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煮这一道菜，又好意头。新年的时候啊，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啊，这一套又很有 concept 啊。无论是你煮给爱人啊，还是煮给客人啊，全部啊都很好吃。这个哦，很有派头啊。又简单又轻松。对对对。啊。这样子，所以师傅现在在弄着洗那个、哎、洗那个锅来、啊。我们准备第二道的食材。师傅，第二套的食材是什么？大吉大利。什么是大吉大利？大吉大利，给师傅教大家弄一个面团，它叫糯米团，然后我们做成一个吉、嗯、啊。修斌的讲，我太有潜能做主播了，非常棒，谢谢你啊！我第一次做主播啊，修斌，给点脸啊 ，OK， 给点脸啊，多多分享啊，帮我多多分享啊，别点名。啊，哦，来，我们第二道菜，我们猜的团面团呢，我们有了什么？有什么？就是豆面粉300 gram。300 gram， 豆面粉300 gram 啊。糯米粉100 gram。糯米粉100 gram。糖100 gram。糖100 gram。然后水330 gram。水330 gram。然后白奶油50 gram。白奶油50 gram， 听清楚啊，馅料啊啊，这些不是馅料 ，sorry， 这准备的材料。准备的材料、啊、食谱也会稍微会发在那个秀秀美食那里啊。对对对，等一下会发在秀秀美食啊。好，一样，我们把水放下去。OK， 先把糖煮融它先。哦，好的好的。粉丝们有什么不明白要立刻问哦。啊，我们的直播台好菜就是什么，就是有很好的厨师来为我们设计每一道美食。莉莉好 ，Elise 好 ，Elise 问什么？师傅，我在外面吃的紫色水晶，想问问是用什么来制造的哦？这样子，紫色水晶啊，紫色水晶。哦，不懂，他问什么？你可以 ，Elise 可以问多一次吗？At least you， 感恩你哦，一级棒啊，多多学习，我是学习啦，我是学习，互相学习，
啊，这样子。紫色水晶啊。啊，紫色水晶。等一下我问我看了 Elise 那边了。我们现在专心上课先，我们要专心上课了。快快分，帮我分享一下，给爱心，爱给爱心多多分享。嗯。来，我们先把糖煮融它。Yvonne 好 ，PI 好 ，PPE 好 ，OK。这里面放什么啦？水跟糖，我们先煮融它先。OK， 水跟糖啊，粉丝们，水跟糖啊，煮融它。水跟糖煮融了，然后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啊？其实，我们把这两个粉啊，糯米粉和豆面粉，我们倒在一起。倒在一起啊，糯米粉跟豆面粉啊。啊，啊、好的 ，Alice， 我帮你查查你的货几时到。嗯，应该这两天啦、啊。我把搅平均它。好的，糯米粉跟豆面粉啊。啊。嗯。然后我们煮融了这个水，我们把它倒进去。好，把它倒进去啊。这个糖水啊、嗯、，Amy 好。哦，煮了糖水，等下要倒进去啊，倒进这个糯米粉跟豆面粉里面啊。大家晚上好啊，你们好啊，很好嘞，很活跃嘞，感恩有你们嘞。分享多多，爱心多多，不好意思，写作写作，我们把它倒进去。好的，好的。OK， 刚才 Iris 的问题哦，就是讲不好意思写错，我在外面吃的虾饺紫色的水晶皮用什么来做的？他搞啊，外面做的水晶皮，师傅是用什么来做的？ Okay， 外面做的水晶皮，一位师傅没有看到，师傅也不敢乱讲，嗯，所以大致上用师傅的智慧来讲，它是皮，它是粉、嗯，然后它的紫色为什么是紫色？可能你可以用紫包菜。打成这，用那个这代替那个水来搅，也可以、哦。或者有些要方便，你们放那个紫色素也是可以啊、嗯。所以是看每个师傅是怎样做法。哦，每个所以讲每个师傅的做法都不同啦。对对对对。嗯，有些人是用那个菜的字青色来做、啊、这个青色或者紫色，对吗？对对对。嗯，这样子。哦，清楚了吗？大家现在线上700多人哦，给我多一个分享，去到1200吧。我今天要求1200，好不好？加多一点点啊，粉丝。现在要人分享哦，很痛苦哦，很辛苦哦，要送东西啊，要派东西啊，你懂吗？哦，我们的粉丝已经很群了，帮我们分享了，非常感恩了啊啊，分享各大群组啊。OK， 我们放了这个。粉，现在我们就是放了那个糖水下去，对吗？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搓还是什么？要搓，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搓。OK， 放在桌子上搓啊，比较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要看师傅表演怎么搓了啊。OK， 师傅最厉害什么？我发现师傅最厉害一样东西就是搓面粉，什么都很厉害。这搓面粉特别卖力，你看到就满头大汗了，我看到都心酸了，有时候真的是够力啊。啊！我要放在桌子。听分享了4次还不够啊，再分享多2次，疼你疼你爱你。英聪啊，样样精通不敢当啦，我是好学而已啦，好学，我是好学。OK， 搓面粉啊，看师傅怎么搓面粉的技巧哦。这个技巧。一开始我们先把它慢慢这样子。好的。压。压进去先，因为它还散，我们把它压成团先，然后我们才来拆。好的。啊，我们轻微这样子，不然呢，它会弄到整个桌子都是。嗯。啊、来，我们学搓面粉啊！不要以为搓面粉很容易啊，让那个面团啊，成败在于就是在于你怎么搓了。我跟你讲，这个是你要学起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哦，我跟你讲哦，搓面粉这个技巧啊，要看师傅的手势。啊，人家做了20多年了、啊，一定有它的原理啊！为什么这个粉状做的这样好吃的？啊，这样子，我姐姐最喜欢看帅哥的功夫，对对对，这个帅哥的功夫很好啊！这个面粉啊，你看师傅的手势，你看他左右左右左右，看到吗？
啊，吃巧，它就像我们这样子慢慢挤压，开始慢慢挤压的时候，它会比较干净，我们不会弄到整个肮脏脏。对对对。然后好了，我们还有一个白奶油，白奶油是最后 ，OK， 让我们来搞放这。哦，一定要放在里面啊。因为它桌子会，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放上去。OK。为什么是放桌子？因为它会粘性，然后我们拆下来，它会有这个是有粘性。所以我们放少少，真的，我们把它压下去。哦，放少少在下面，然后才把它压下去。对 ，OK， 这个是技巧啊，粉丝记得啊。你看他，你看师傅怎么搓，他的手势很重要，不是乱乱搓的。你看他的手势，啊，你看，看到吗？你看他一边铲一边压，一边铲一边压，把它铲进去，才做到这样子压，铲进去，对，啊，这个手势我们要学啊。啊，这样子，然后五个现在有空了，五个来讲两个。他们那里要听我声音。要咯，很想念你哦，他们全部。啊、个人问五个去了哪里啊？是回家过年了。啊、对，那、啊。我先进美丽，楼彩一流，看到吗？讲你。啊，谢谢他们过奖，汪西外过奖了。啊、来，我们最后把生的白奶油也放进去。OK， 就是刚才的白奶油是一半一半，对吗？对，我们分两次或者三次来放进去。好的，好的，嗯、啊，再帮我多多分享，现在才800多人，给我千二好不好？给师傅回到前二名咯，这样辛苦，你看搓到这样子。对啊，师傅这样卖力。这样卖力，你看搓到枕头大汗，枕头大汗还不要给点力，你们好这样子。起码要给多多爱心嘛。对啦，刷100爱心来。好笑哦，真的是，谢谢你们讲我口齿口才一流啊，何小姐口才了得，哎，我在 training 呢，啊，在念着，你看师傅第二种搓法了啊，你看啊，搓了之后再滚，搓了之后再滚，记住啊，记住啊，滑它啊，为什么他要这个动作？为什么？看到吗？它比较滑了。哦，对，哦，你这样子搓它会比较滑啊。啊你看、啊、第一个步骤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技巧，第一个步骤啊就是你把这个铲了过来然后再搓，第二步骤就是搓了再卷，搓了再卷啊，看到了吗？师傅的这个技巧啊，成败在于你怎么搓这个面团啊，成败在于啊就是对咯，五个标过来等我一下咯，去 hit 到1200的 target 咯，哎呦现在才924、哦、还差300人呢。我们把它分几个啊，分几个啊啊，看，因为简师傅会做一个集子，这样它需要的颜色是一个青色，一个橙色啊，然后一个巧克力色做顶啊，哦、让我们分三个颜色、okay、然后深的我们可以收着，如果你要做其他的动物或其他公仔也可以啊。哦、oh, ，其实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okay. 做很多 QQ 的公仔啊， 这样子的。啊，对，所以哦，就是这样做橘子是吗？鸽仔啊，鸽仔哦，哎呦，我很想看诶，大吉大利的鸽仔嘞。嗯，等下做鸽仔诶，我跟你讲，所以这个你们要留守啊，跟你讲，我总结一下师傅教的东西啊，总结啊，第一个，等等 我们拆之前如果没有用到，我们要给它包上来啊，避免它干燥。OK， 啊，不然它会干燥啊。可以。嗯。包上来啊。这两个没有用到，我们先包上来先。嗯。包上来啊，记得啊，包上来啊。啊 ，OK， 不要给它干啊，要用到的我们才。好，这三个我们上了颜色，我们才来包啊。OK， 上颜色啊 ，OK， 注意啊，上颜色了啊。我们上一个橙色先啊，上一个橙色啊 ，OK。今天我们做鸽仔啊，谢谢你一木送50颗星星，感恩你哦，感恩有你送星星哦，你是第一个送星星给我的人呢，跟师傅哎。还有人送吗？哎，50个，第一个一木送50颗，嗯。啊，对对对，没有，今天做鸽仔，哇，放了进去啊。这个是什么颜色啊？橙色，对吗？这个是橙色，因为我们的橘子是橙色。Alistan，Hello everyone，Yvonne，谢谢你。
五哥还不可以退休啦，整间公司做死我了咯，如果全部都是我做。啊，颜色不够，我们再加一点颜色啊。啊，加一点颜色 ，OK。这个是橙色啊 ，OK。师傅，如果我们要用那一个什么颜色，那个什么颜色是可以代表橙色的比较自然的颜色？红萝卜色。红萝卜色。对，如果你们要用果色、红萝卜色或者蔬菜色哪颜色、嗯，你们就比较麻烦。对。你们要一个一个面团来做，那个水要剪掉。剪掉，如果萝卜汁你打了那个萝卜汁几多水来称那个水，如果这个水需要500克，你要称500克，变成你这个面团整个好像这样子，整个加上来的面团大大个，对，就是橙色了，是这样子。因为师傅今天不要浪费，我们也不要浪费，我们只要用少许，除非你做的量很多，对对，是、啊、是的，啊，像我们拆一个白色，然后我们分几个几端用颜色来拆 啊，因为如果好像现在已经水分够了的，如果你要萝卜汁或者紫色用菜色，你加进去那个水一定要加很多，因为它的水颜色比较稀一点，没有这种颜色这样浓缩，是啊，所以你的水分会很多，然后你这个就会很软，对对对，然后我们做起造型来就比较不方便，是的是的、嗯、哦，所以师傅为什么选这样子的模式呢，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就是比较方便一点，还有如果是用萝卜汁来做呢就很麻烦了，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称水啊加水啊跟面粉的那个陈量的度数啊，这样子，对，是的，要1000人了，大家加油一点，多10个30个，对不对，来橙色好了，我们放这先、嗯，好了，颜色收上来先啊。哦，所以一调了颜色就要包起来啊。一定要包啊，不然它会干燥，底下会干燥啊。对对对。干燥就麻烦了。嗯，所以一搓好颜色就要包起来了，那个东西，不要给它干水啊，啊，不要给它干水。对对对，文珍好。文珍好，人数1006，对对对，很慢上哦，很可怜哎，上到前二咯，稍微清一下这个颜色，我们踩别的颜色，不然它会弄到其他的颜色不平均啊。好的，嗯，清理一下，过千了，是是是，最近人数很难上哦，你们要多多支持哦，真的是，来弄干净啊。哦，我们有做几个颜色对吗？对对对、嗯、因为橘子要用到是橙色、青色跟巧克力色、嗯、吴甜甜，我们是做大吉大利，做个宅，嗯，有造型的这个橘子，大家要看啊，橘子啊怎么做一个美的橘子啊，师傅很久没有做这个造型的了，嗯，不懂还会生疏没有，不会啦，你几十年的经验，不是掩盖的嘞，几十年的经验对吗？啊，哎，我们说青色啊，青色是叶子吗？还是什么？叶子，叶子啊，我们现在做叶子，橘子啊，今天做橘子，来大家多多分享啊，先做橘子哎，嗯、啊，这个美食我要学起来，我们做这个橘子它。到时候过年啊，招待亲戚朋友啊，很有看头的。嗯、是啊，啊，粉丝们差一点就到1000了，来继续努力分享。来了，这个人来了。差一点到1000了，快点！快点，快点，差一点点就是差你们那每一个人分享一次，帮我分享一次喽，好吗？每个人帮我分享一次啦。最近人数很难上啊，找次辛苦啊。哦，这样子，再这样戳那个叶子。OK， 大家晚上好，桂花。哇 ，Alice 又送50颗星星哦，感恩感恩哦，第二个送哦，非常感恩。谢谢有送星星的朋友们啊。啊，嗯，不亏我们的师傅做这样辛苦哦，真的是，已分享很多次，谢谢你已分享很多次。来，青色好聊，好聊，青色哦、啊，青色好聊啊。把包上来先啊。OK， 我们又包上来。狮子座好。哇 ，Hello everybody， 哈哈哈哈哈。Suzanne 好
Angie 好，分享五次，感恩感恩啊，分享五次了啊，你看1030人，快点再加1200，我今天的目标是1200啊，还没有下线之前，现在我还有20分钟。来，最后谢谢 ，At least 又送星星，谢谢啊，嗯。所以我们调一个巧克力色。巧克力色。师傅，巧克力色用黑酱油来调。好的，好的。什么黑酱油？黄金生菜啊，那个黑酱油啊。对对对。有点。黄金生菜那个黑酱油啊，美中美的。因为师傅今天想要用那个丁香来做它的丁了、啊，因为找不到，没有去买到。今天超市很多人哦。对，超市很多人哦。感恩你们还在看直播，非常感恩。我跟你讲，师傅今天差点买不到直播的菜来教你们啊。对对对，现在Facebook很现实啊，有送星星人数才会上啊，所以我们啊真的拼命啊，我跟你讲啊，拼老命啊，狮子座，而且你想 Jeffrey 加油啊。然后这个巧克力呢，师傅多数是会用那个黑酱油啊，师傅用那个美中美。嗯，黄金生菜，对，它的颜色是不错了，巧克力是这样子。啊，对咯，上了又跌、啊，上了又跌咯。这个是做巧克力色。嗯。巧克力色是做那个的我们钉啊。啊，它的枝、啊。那个枝啊，那个枝啊、嗯。你们也可以用巧克力粉啊。啊, 啊，但是巧克力粉它就比较重一点，啊，嗯，要自己种菜吃了 ，at least 讲，来来来，这个是做丁啊，对咯，好像除夕咯，今天就是除夕夜咯，我们大家留守除夕夜咯，要吃团圆饭了咯，对嘛，大家有除夕夜的感觉嘛，嗯，对咯。啊，除夕夜的感觉嘛，是咯，啊 ，OK， 我们又包起来，不要给它干，啊，不要给它干啊，包起来啊，注意啊，这个节奏啊，注意这个节奏，嗯 ，OK， 现在师傅，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了？我们先清理桌子，清理桌子，对，清理现场，清理现场 ，OK， 清理现场，我少不了什么？Home Plus 啦 ，Home Plus 要出场了。我跟你讲，我们推荐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好料来的，不好料我不推荐的。我跟你讲，我对这种东西很有要求啊。清理现场啊 ，OK。来来来，清理现场了。OK， 我们今天做橘子啊，很美的橘子啊，橘子我们可以做来做梦，我们就可以做来拜神呐、啊，我们可以做来哦迎财神、借财神。我们做这一次哦，我们又可以吃这个包的包型的这一个橘子，又可以借财神用的这个橘子。这个橘子是一个也是可以当甜品来吃啊，一个小吃这样子，它是甜的。是的，是的啊，叶师傅去洗一洗那个手。初一不能拜年拿红包，哎呦，我们现在不发讲拿红包，我们有微信红包吗？现在不用直接拍了，拿微信红包就可以了。好、哦，做好这个橘子哦，我们就可以用来拜神用，送朋友用，一举两得。我跟你讲，嗯，这样子没有新年气氛啊。等一下，我叫我的助理播歌一下。新年隔一下就有新年气氛了，新年来喽！啊，那个人在旁边唱，啊，唱歌了啊，新年，唱新年歌了。哎呀，快五哥唱新年歌，播一点新年音乐，给一点新年气氛。现在今啊，因为今天是除夕夜啊，除夕夜啊 ，OK， 现在师傅要做什么？来，我们少不了我们的莲蓉线，莲蓉线，莲蓉签啊，莲蓉含，莲蓉含。啊，莲蓉含，莲蓉个含啊！如果你们要用莲蓉，要用豆沙、翡翠都可以。对。啊。嗯，是的。然后师傅前几个直播有教大家做那个奶王馅，啊，你们也可以做那个奶王馅来包。对对对，啊，五哥在唱新年歌了，唱两句新年歌。
今年没有给红包封哦，我们没有做红包封哦。想一想有什么红包封可以送给粉丝的，我再想一想啊，送什么给粉丝？莲蓉线啊，卷成一粒粒啊，卷成一粒粒啊。那个线哦，要大概多大？多少 gram？ 我称给大家看啊。啊，一个线要多少 gram？ 说美食还有 MCO 还有做啊，嗯，播年歌了，等一下。来，师傅用10个gram 啊？十个 gram 啊？嗯，如果你们要大力一点，你们可以做大力一点。好的。啊。好的。嗯 ，MCO 啊，年纪，这个黑酱油味道很怪，会吗？因为它这个是做酱啊，做酱、啊。不会很怪的，这个黑酱油我们放下去，你看少少的黑酱油放下去，可能踩到酱多个颜色出来，然后我们用只用一个小小的一丁，它吃不到那个味道的。啊，其实我们只是拿它的颜色。对。啊。哦，后面的红包封啊，我去外面买的。哈、啊，后面的红包封啊，爸爸给的零用钱啊，妈妈给的零用钱啊，这样子。所以今年不用给，明年给双倍哦。十个 gram 啊，大家粉丝记得啊，师傅做的这一个啊，十个 gram 啊。要拿什么？嗯。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做橘子哦，橘子3000万的红包袋，对对对，是啊，我们要 hit for 公司的 target 啊，没有办法啊。对啊，是啊，那个时间晚了啊。是几时？提早啊 ，Alex 提早了。提早了啊？嗯。啊，提早在几时？啊？1月27号啊，之前是讲2月5号、2月4号嘛。哦 ，OK， 等下师傅哦，有一个课程啊。OK， 师傅的是点进你心，什么叫做点进你心？他要进入你的心 ，OK， 进入你的心。等下我给你看，师傅做的这个鱼啊，很美啊，很美啊，我跟你讲啊，来，对对对，等一下，等一下，你看，你看，我们偷偷看一下师傅做的这个鱼美不美？这个鲤鱼美不美？很美，对不对？鲤鱼，等一下我再讲，这个鲤鱼。来，你们先看师傅做这个橘子先啊。嗯。我拿少许的这个。清着出来，对，一样的。如果是我们用几多，我们拿几多，不要全部拿完，然后没有用的我们包着，它不会干燥，啊？对 ，MCO 来，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怎么样？做橘子了啊？那个皮呢？你可以稍微大一点，15个gram 左右。15个gram 啊？嗯。要包进去。OK， 包进去。好的好的 ，Alicia， 我会考虑啊。是不是破掉手掉啊？很难做这个手套。OK。因为它做出来是它收口就会收不到，因为那个手套有油性啊。好的好的，明白了、啊，粉丝会明白。嗯，来，我们做圆形。搓给它圆形啊！搓了再按扁，搓了再按扁。啊，包进去。嗯。前面要给它一个垫啊，不用是吗？不需要，我们先做圆形先。好的好的，做圆形啊、嗯，今天做橘子啊。来，我先准备一个。好的 ，Alice， 我帮你报名啊。什么？这个是准备什么针啊？是吗？等下我们要针的。OK， 我们准备针啊。你看师傅啊，做圆圆一粒粒的啊，做圆圆一粒粒啊。内线呢是大概10个 gram， 然后外线呢是15个 gram， 啊，记得啊。这个摆好美美先啦、啊，这是油纸，这个油纸我们蒸点心专用的油纸啊。啊，摆美美啊。我们这边开烧给它先，不然等下你们要等了。好的好的 ，Elise 明白。啊 ，OK， 这个线你看师傅做，你看他的手势，看着啊。手尽量要干燥啊。干燥啊。不要有水分啊。啊，干燥手啊！嗯，我们把那个收口那里，收口这里，我们把它向下，好的，向下，然后上面是滑的，比较美一点。好的，来、啊，我们再拿一点出来啊！啊，再拿一点。所以哦，你们要做的时候，就是不要给它干啊，就是要包着这个保鲜护啊，保鲜护啊，保护它、啊。然后要做的时候才拿一点，要做的时候才拿一点，拎好啊，啊，缩分好啊。
大家晚上好，多多分享啊，迟来的人帮我多一点分享，多一点分享。其实我今天大概是前二人啊，多少人填一了，很快来，很快，大家再每个人动动手指，再分享一次，再分享一次，再分享一次，冲线还有十分钟，对，还有十分钟，给师傅今天冲破前二，对对对，可以早点回去过年，是。嗯 ，Alice 讲很崇拜 Jeffrey 师傅，是吗？啊，给个爱心，给个爱心，我要给一个爱心你，有你们才有我们啊，非常感恩啊，对对对，有时候我想到我都会流眼泪啊，是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这个平台啊，没有你们真的没有我们啊，啊，有你有我，真的，啊，有你有我啊，说好了，好，对，放这些啊。记得啊，内线十个 gram， 外线就十五个 gram 啊。如果你们做大力的，你们线放大一点，十五 gram 或者是三 gram 或者二十 gram， 皮也是增加一倍，增加跟着那个比例来增加。是哟、啊，谢谢啊，所有有分享的人啊，恭喜嘛，这谢谢，真的非常感恩。这个是什么动作？做一个小小的点，一点点。OK， 让粉丝看一下你弄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啊。OK， 我 zoom in 给大家看一下。OK， 等一下啊。OK， 看到吗？啊，师傅弄一个点一个点啊。啊，因为我们机子不是滑面的吗？啊，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子，对对对，还是粗皮，我们稍微擦一擦。是。等一下我会讲课程啊，等一下报名我们会讲啊。OK。对。啊，擦啊，你看啊。你看你看，啊，这样子擦比较像干啊，比较像干，对吗？对对对。啊，这样子擦啊。通常我们买了机子或者干啊，我们都是它有粗糙的吧？它的面是粗糙的。对对对，你看、啊、师傅这样子擦，就是擦那个干的皮啊，擦那个干的皮啊。然后擦这个点呢，我们没有熟的。啊，就是给它有一个造型，对吗？啊，不用熟到一到一百的。啊。啊。当然，如果你们要数也是可以啊， okay. 但是不要骂师傅啊。OK， 我要看师傅擦擦擦啊，有时候看这种擦擦擦的画面也看到很爽，你懂吗？我有点变态心态，好像擦擦很爽，看到人家擦擦擦这样子，所以师傅很用心，所以啊，大家要好好学习哦。全部擦，擦一个洞一个洞啊。如果你们要做多力来讲，家里小孩的，你叫小孩子帮忙你们擦，他们应该很乐意的，他们很开心的，小孩子。对对对。你包好了，丽丽叫啦，美丽帮你擦。是的。如果你们没有牙签，没有这支东西，你们拿牙签也是可以啊。是，拿牙签东西也是可以啊。如果没有这个，拿牙签来擦也是可以啊。我们只是要做它的外面的那个造型啊，就是像杆的造型。对它的细节，它的细节。我们尽量做它的细节出来啊。姐你好，来自怡宝，擦到痘痘酱，这样很疗愈。是，我也是喜欢看直播这样子。怡宝不错，怡宝没有 MCO 哦。对，怡宝没有 MCO 咯。怡宝的朋友很开心哦，可以过年了。对对对。但是也不要乱跑哦。啊，是的。大家要勤力洗手。对。我们的 Home Plus 也是可以消毒，有时候我们来喷一喷手啊，来清洁也是不错的啊。是是是。来、啊，我们到做了叶子。OK， 我们讲做叶子啊，看这师傅怎么做叶子啊。因为每一道叶子都有不同的造型，但是今天师傅会做怎样的造型的叶子呢？哇 ，Alice 又送一排颗星星，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两个星星，两个星星，非常感恩啊 ，Alice 又很好啊，每次很支持哦，有你有我们啊，啊。应该是刺洞，那个该刺，哎呀，你找一个东西先啊。啊，师傅再找一个东西啊，记得啊，如果没有做的那个线哦，要包起来，不要给它干。OK， 那师傅做的这个内线呢，就是十个 gram， 外线呢就是十五个 gram， 啊，这样子。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纸袋。因为等下我们要压压那个叶子，好的。如果我们在桌面压是，等下我们拿上来是，它会怕会有稍微粘着，它的形状会走掉。感恩 Alice 娃今天总共送了150颗星星给师傅跟平台，谢谢你。哦，谢谢哦。
怡宝是 CMCO， 对咯。对啊，大家也不要乱跑哦。我们新山 MCO， 真的够力哦，真的这个政府也是头晕啊，我看到我也头晕了。我们的纸袋我们擦手学白奶油。OK， 要擦白奶油记得啊。啊，擦手学白奶油，等下就不会比较容易拿上来我们。好的，好的。嗯。哎呀，看这样。OK， 现在要做叶子了，我们要看叶子，叶子的造型看一下。把它挤压一下，压扁它。好的，好的。还是有这个这样子的模型，好的，可以装这样子的模型来做。这个模型在哪里可以买到？一般的烘焙店都有啊，啊，烘焙店都会买到，或者你们如果有淘宝上网的都可以去买，哦，都可以买。Okay, 我做一个小粒的啊，做一个小粒的啊，啊，来给大家看那个模型的那个 texture， 去看一下啊。哎，等下怕粉丝买错还是什么啊？等下，师傅把扣上去先。OK， 可以。啊，大小粒啊。嗯。这个大个了。这个是大个呢。OK， 你看。轻轻挤一挤。哦，轻轻挤一挤。挤一挤，我们放这啊。OK。好，这个大个，来，我们给看，这个这样小了。它很多款都有大中小的。嗯。啊，这个师傅买的是这样子的整套的。哦，整套的。这个是在淘宝买的。淘宝 啊。淘宝买就比较齐全一点，它有全部有到完。啊。哦，好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做这些啊，公仔的，你们买一个会很方便啊。对，嗯，有没有 MCO？ 我们年也是照过的啊，神也是要照拜吗？对啊，哎，来啊，沙巴更惨，从去年九月至今，够力。对对，师傅做的杆很美丽，你看，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造型了。哎呀，我们再挤啊。哇哦！来做一个大力的啊！啊，我们女生哦最喜欢做造型，最喜欢做美美的东西，太有同感了。啊，你看，你看，拿的时候要轻一点哦。哦，轻一点啊！那个轻轻压一压它。对。啊，这可以用回的，我们可以啊，再来搓。嗯。淘宝连线，上淘宝就可以买到啊！你讲要做橘子的这个模型造型用具，造型用具就可以看很多了。啊、对对对，好像 Nico 老师也有做，对，那 Nico 老师也有做，但是不同的模式，每个师傅做的都是不同的模式，师傅用的皮也是不同啊。啊，其实很多东西做很多造型，用了各种的东西，不同的材料都可以做，用包也是可以。今天这个不是包，这个是水晶皮，等下蒸出来它带水晶的啊、嗯、啊，是带水晶的感觉啊，蒸出来，所以你要看完成品啊，啊，水晶的橘子，今天是做水晶的橘子，吃了这个就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了 ，OK， 啊 ，OK 啊，你看啦、啊。还有几十位就上1200了哈，给我上1200啊、嗯，爱心多多给你们。好，我们这个放这。好的。这个做它亮，这做它亮啊，水晶的橘子。今天我们做水晶橘子啊，啊，学起来这一个很美哦，这个做起来，是，差几十个就1200了。hit 到我的 target 了，今天的 target 差几十个而已，给多多分享。然后把它放下去。OK， 放下去啊，这个钉。把它挤压进去。OK。然后稍微给它按上来一点。是。我们这里，按一按它。好的。好的。嗯，那我们把它放这里啊，等我们要蒸的啊。水晶橘子，水晶橘子啊，这里啊，水晶橘子啊，千二，我这里才千亿，怎么你们那边看到千二的？是啊，我这边也是看到千亿啊。对，粉丝讲已经千二了，大家加油啊！啊，我要看我要做啦啦队哦，我看，
水晶橘子哎，对对对，你想分享大家都会被拉黑。过年也是要过，神也要拜，只要健康几时都是过年。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你看，你看我们三月那时候我们也是过了年嘛，三月、四月、五月我们也是过了年啊。是的，是的，啊，说明粉的成分呢，啊，食谱我们会发上去啊。对，食谱会发上来啊，食谱我们会发。哦，今天是做这个橘子啊，这个橘子啊 OK， 这个橘子有什么特别啊？透明透明的，还会带稍微有一点透明啊。嗯啊，哇，你看这样子，这个是亮啊。高金，谢谢你分享够够力。对对对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everyone, chef and beauty， 谢谢你。来来来，我们做这个橘子，透明橘子。等下我要给你看这个师傅的这一个，哦，这个鱼，你看几美丽，这个鲤鱼几美丽，要不要学这个鲤鱼？哦，新年哦，拜。我们除了做这个鲤鱼，还可以做很多的哦。哦，你看。啊，这年糕鲤鱼年糕，一般你们做的都是普通年糕，今天我们就要给你看年糕可以做到底特别啊。嗯，来，我们好了，做好了，我们怎样来蒸，我们蒸五分钟啊。好的好的，嗯，五分钟到六分钟。对，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可以吃的，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你的手一定要干净啊，我们做的时候手一定要干净，桌子全部要干净啊。是是的，嗯，等一下，我看水果了没有啊？我们稍等一下先。稍等一下啊，然后，哎，我们先介绍这个课程吧。五哥来推荐一下，五哥的声音要出来了。等一下啊 ，OK， 大家好啊 ，OK， 粉丝们问，请问刚才用什么粉做的 ？OK， 来师傅稍微讲一讲啊，刚才用的是什么粉啊？来，我们做那个皮呢，我们有那个豆面粉和糯米粉两个粉，我们掺在一起。然后糖和水呢，我们煮溶它，倒进那个粉类，我们搅成，给它试这样子，然后我放在桌子拆成团，拆成这样子团，然后我们把它拆成颜色，就变成这样子，啊，我们拆成团，然后我们最后才放上白奶油，啊，明白吗？明白吗，粉丝们 ？OK， 也是一样，粉丝们也是有一道课程啊，好不好？JP 老师也是有为大家准备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的一页。27号啦，1月27号的课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报名，好不好？1月27号的星期三的线上课程，然后时间是，12点到2点30分。OK 啊，等一下啊，刚才讲话时候JP不见掉了。OK， 对对对，来JP有什么可以讲吗 ？OK， 好，来，来师傅有三道年糕教大家，第一道椰香金玉年糕，这鱼的，等下啊。来，这个比较经典一点，这个师傅自己创的啊。这个是三层的年糕，你们看，有点像烧肉这样子。这不是烧肉哦，这个是年糕，它是芋头，然后椰子年糕和椰那个金瓜做成的啊年糕。然后我们这个呢，我们蒸用了蒸好了啊，我们还可以煎好了，我们来吃会比较香。这个就是三层的椰香年糕，它中间那个白色是年糕来的啊，它是。带椰香味，师傅会教你们怎样做这个椰子的年糕，啊，这个椰子的年糕。对，来椰子年糕，这个很不错。我跟你讲，我吃过这么多年糕啊，这个非常，这个很不错，很好很好吃。一般我们的年糕都是炸年糕，芋头啊、番薯啊，夹着年糕来炸，夹着传统的年糕。今天师傅突破一点，教你们一些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来蒸了来煎，啊。OK 啊 ，OK， 第一道就是这道 ，OK， 第二道嘞。来，第二道师傅教大家是鲤鱼年糕，等等啊，鲤鱼年糕啊，来，很美哦，这个鲤鱼，这个就是鲤鱼造型年糕，它有小条的鲤鱼，有大条的鲤鱼，师傅教你们怎样调那个面糊来蒸那个鲤鱼，要蒸多久？这个是速成的年糕法，我们不像传统的，传统它要蒸到十多个小时，我们这个是速成的，比较快的年糕，
啊，师傅会教你们怎样去做那些花纹出来，做个鲤鱼，想弄到美美。然后我们这个鲤鱼，我们还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礼盒，我们送给亲朋戚友啊，或者拜神啊，接财神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自己做，做一条鲤鱼这样子放着，啊，两条大大条的，极好看，对吗？对对对、啊、，OK， 这个是 VIP 线上课程啊 ，OK， 有看到吗？这个非常不错的 ，OK 啊 ，OK， 来，还有就是、啊、还有另外一道呢，啊，来最后一道就是上海炒年糕，这个就是年糕，一条条的，好像我们外面看到一条条，师傅会教你们怎样做这个年糕出来炒，它不是跟那个鲤鱼年糕啊这些是不一样的。这个师傅是用糯米跟白米蒸了，然后打出来的年糕。师傅教你们讲磨了，打出来那个年糕怎样做成一条条状，然后我们拿来炒。它的口感它是会比较 QQ， 好像我们普通外面看到的那种韩式年糕啊，韩国那种一条条的，出卖外卖。然后我们这样子炒，啊，师傅教你们炒一个特别的味道，或者一个大家喜欢的味道，啊。OK， 这个报名在哪里报名？要多少钱？来 ，OK， 来，如果想要报名的，你们可以打这个号码。来，第一天我们报名 ，OK， 粉丝们看看啊 ，OK， 点击你新线上课程啊，这个是线上课程，也是一样在Facebook 的 VIP 课程里面啊，12点到2点半 ，OK， 全国都可以看啊 ，OK， 全国都可以看，然后报名费是88块啊，88块报名费好不好？OK， 也是一样啊，我们会在 Facebook 的 online 课程，然后课程是非公开小组，好不好？就是有报名的粉丝们才可以加入 ，OK， 一起学习啊，好不好 ？OK， 当然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也是一样啊 ，OK， 可以直接联络卓西，要报名的粉丝们可以直接联络卓西，也可以在师傅的那个主页那里私聊。粉丝们讲可以直接联络你吗？可以啊，在主页啊， okay， 直接联络你号码呢？什么号码也可以啊，叫、okay 啊、师傅发一个号码上去。什么号码？啊，什么号码？零幺几？零幺二。零幺二。6750。6750。526。526。0126750556啊。啊，对，你们可以发 WhatsApp 给师傅，有时师傅比较忙啊，接到电话，你们发给师傅 WhatsApp 啊，讲你要报名，然后师傅会帮你们处理的 ，OK， 对对对，粉丝们要报名的粉丝们啊，可以自荐啊，要报名的粉丝们可以自荐联络师傅先，好不好？今天是特别的 ，OK， 今天是特别联络师傅 ，OK， 这个是师傅助理啊，这个过后我们会放这个号码、啊、，OK， 这个是卓西师傅的助理，好不好 ？OK， 今天师傅把他宝贵的电话号码留出来给大家，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好不好？这个是越喝茶不要啊，老婆骂啊。开玩笑 ，OK 啊，粉丝们，对这个视频会保留永久啊，视频会保留永久，那我们会开一个 group，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好不好？对对对对 ，OK， 来，做年糕， okay 啊、那里是三道年糕，它年糕它三道都有它的不同的口味，它的不同的特别，好不好 ？OK， 希望对对对，我吃到这个是非常好吃啊，这个鲤鱼我吃到很好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你这个真的是不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师傅特别推荐的这个啊，外面吃不到啊，肯定啊，我这个、啊、我五哥我品尝多种的点心以及多种的多种的美味佳肴啊，这道你学到啊，真的是我们会这个年糕 perfect。它的年糕呢，我们一般外面买年糕会比较甜，然后这个师傅在这个课程是会教你们怎样减少那个糖分，我们因为现在我们都要健康，不要吃这样甜，然后师傅这里年糕都不会很甜的 okay 啊，对，粉丝们要报名的粉丝们可以直接联络啊 ，OK， 联络 Jeffy 师傅好不好？这个是 Jeffy 师傅号码 ，WhatsApp 他，好不好？来，我们的橘子好了，橘子很亮哦，新加坡 can 啊 ，OK 啊，全国各地都可以报名，全国都可以，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不好？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路途还走得更远。哎呀，我们橘子 OK 吗？你们看到？啊，它带一点透明水晶的啊。给它来点 zoom 啊。这个好料。你们可以做大小的，更大力的也是可以。来，
哇，来这个大吉大利。OK 啊，希望大家可以品尝这个大吉大利，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个大吉大利。哇，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哇，这个有用鱼身做的是吗？这个海参，海参啊，海参。高档哦，这个是一帆风顺高档的美食，对对对，配上大吉大利，希望大家喜欢，好不好？OK， 食谱等下会发在秀秀美食，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留守。来，我们再推荐我们课程啊，全国吧，不是全球，全国都可以啊，全球也是可以啊。好像地方有美国的粉丝们、加拿大粉丝们都有啊。对，有网络、有网线就可以了。对对对、啊、，OK 啊，来，我们再推荐一下我们课程。OK， 来，来，这个就是第一道师傅要教大家的椰香金玉年糕。为什么叫金玉？金是什么？金是金瓜。芋是芋头，所以叫椰香金芋年糕，它的中间那层就是年糕来的啊。来第二道 ，OK 啊，来，这个就是红豆鲤鱼年糕，里面是红豆馅的，师傅教你们怎样放那个红豆馅进去，然后怎样做一个年糕出来，然后这个一个造型怎样去调那个颜色啊？师傅这个鱼 OK 吗？你们看到美不美？啊，它像不像鲤鱼？它的黑点还有一斑，它的斑纹不可以碰到水啊！一碰到水它会油掉啊！油掉，会很难捉啦！啊，知道。五个捉了几天了，这个对很难捉。来第三道，上海炒年糕，师傅教你们怎样自己制作年糕，用糯米、用香米来制作一个可以炒的年糕啊！这个吃上来口感 QQ 啊，很不错的。嗯，对对对 ，Hello。OK 啊，粉丝们记得啊，粉丝们有这三道啊，这三道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报名，好不好？你们拍照起来，然后连接直接啊。OK， 1月27号啊，星期三，好不好？我们直播时间是12点到2点半。OK， 这个是 VIP 课程 ，JP 师傅的 VIP 课程啊，好不好？到时错过了可以看回重播啊，好不好？报名费用是88块，好不好？大家可以联络 Josie， 你们拍个照起来，联络 Josie。OK。OK， 先联络 Jeffy 师傅先，这个是 Jeffy 师傅的号码，你们可以挖线 Jeffy 师傅号码，可以跟他拿资料，好不好？拿资料，然后是不是要买鱼的模具？对呀、啊，对，你们要买一个鱼的模具，或者买其他的那个造型的模具都可以啊。OK 啊，粉丝们记得、啊、要报名的粉丝好吃吗？那个好吃鱼的话哦，如果三道一定，如果像一二三你要排名吗？一二三你一定要排名吗？哦，讲全部好吃，真的是全部好吃，但是我喜欢吃这个。这个哦，我可以给205分。这五个大力推荐，这个、师傅也是很喜欢这个，这个师傅也是很喜欢这个。这个大力推荐，啊、然后其他的都不错，只是这个是很难吃到。啊，这个是师傅自己想构思出来的、啊、一个年糕很难吃到啊，真的是那种感觉。对对对，你吃下去啊，如果你要做生意啊，那一定是排长龙了。对对对，这个可以来做生意，做生意做的。啊、嗯，成本多少钱？如果是想这样子做的话，这个很便宜的，这个成本其实年糕很便宜的，它的成本。嗯，它就是不贵哦。对对对，包好吃啦，这个是包好吃。嗯 ，OK， 来，包好吃，这个用我的味觉来担保。它煎好了，它成品煎好了，我们切块块，它会整个呈现出来，好像烧肉这样的感觉。啊，对呀、啊，它又不会很甜啊，你咬下去的口感啊，我跟你讲，很少吃过啦，真的是你在市面上啊。在酒楼啊，在超市，在夜市啊，都没有试过这样好吃的那个年糕了。对对对 ，OK 啊，对对对，粉丝们，今天的直播接近尾声了，然后也谢谢 JP 师傅。如果要报名的，赶快报名啊、时间是有换吗？时间有啊，有换的啊，也很多粉丝们讲提早时间啊，1月27号对吗？对吧？1月27号。嗯 ，OK， 我们的时间是1月27号啊，大家记着1月27号。过年的前一个礼拜，好像是前两个星期啊，这个时候报名了，你们学好了，你们还有时间把它包装成一个礼盒送给亲戚朋友。胃酸可以吃吗？啊，胃酸？胃酸啊，胃酸我不肯定哦。如果胃酸，这个里放什么料？这个是粉类跟那个金瓜芋头罢了。没有问题啊，胃酸没问题啊，是没有问题啊，只是不要酸类啊，胃痛可以喝酸类，不可以喝太过甜啊。它是甜的啊，但是不会太甜，你们做、嗯、你们可以自己减少那个糖分。嗯，就是好吃一句话啦。嗯、啊、对对对，好吃。要做生意啊，你刚刚学起来。嗯，包你，而且这个是唯一啦，这个是创办啊，这个是唯一自己调味的，哦，这种是与众不同啊。对对对对 ，OK， 这个是属于一个叫做私房料理，
OK， 私房料理也是配到它的整个色香味俱全的感觉，很罕见啊，这样很好吃的东西很罕见的。OK，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报名，好不好？我们今天要下线啦， okay. 可以放几久好了？来一个这个吧。嗯。其实放普通冰厨可以放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没有问题。啊。嗯。Okay. 鱼那些也是。这个年糕就比较。这个年糕可以放久一点，放在冰厨还没有炒之前，我们可以收在冰箱。啊，要炒的时候我们来切成一条条状，然后我们来炒，煎一煎它，然后我们来炒。OK，、啊、对 ，account 号码，粉丝们 account 号码直接可以联络，直接 Face 部啊 ，Face 部会给你们 account 号码以及详细资料，希望大家多多的 WhatsApp， 好不好？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厨艺还可以发扬光大。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在一些增加一些粉丝们可以学习到更多，好不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粉丝们？OK 啊，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